人吧。这个不是诈骗呐、啊！哦，拜托你们不要搞到这样子呀！没有，因为这真的是，因为真的是我朋友啊，那就是我。我们之前都联络啊，但是。想问你一下，这个人没有见过面吗？实际上见过面吗？我们有在安排要见面。是你有请半天吗？有，我有吗？这绝对是诈骗了。你看，真的啦，我们看很多，这一看就是啦。那就是诈骗了。看就是啦。可是你一直强调不是。妹妹，真的，这真的是啦，你相信我们啦。就不要再联络，不要再背了啦，不要再跟他对话这种。那我现在就是先不要会，我就先不要。先不要会。先去留一下资料啦，我觉得不要会这样比较安全。他要需要留，要到派出所去。对，好。